走出去等等，你都要等到这个球发完。对，这是比较少见的情况，所以富邦这边也是有稍微抗议一下。没错，不过多一次机会了，大 B 还是没有办法两罚都中，差两分，中线给小夫，好回来。真的是禁区肉搏战的，简浩的个人第二犯，现在考验是小夫的罚球。今天他第一度站上罚球线，赛季6成5罚球命中率。目前拿下9分。我们到 Sexy 又唱起了集结号。哇，这来了慢了一点啊，不然其实第一罚会不会也守住呢？是。啊，真的音浪太强啊。我看一下梦想家这次林俊杰的外线没有。